誇張嗰種口腔嘅味道，係好似香水咁嘅味道嘅，係周圍都聞得到嘅。係啦，如果你留意一下，咁法國人咧點解成日話食山羅好催情咧？其實呢個香味喺佢法國嚟講啦，佢就話呢個香味好催情。我收過好多張 thank you card 嘅，我估有三至五張到啦。啲朋友嚟多謝我話食山羅之後有小朋友生，因為其實咧係荷爾蒙好需要嘅營養咧，山羅就能夠提供俾佢。生得出咧，最重要就是性交嗰个时间，同埋个排卵要配合。即系最重要一点咧，我精子同埋嗰个卵子嗰个相遇，嗰个时机啊，咁样。你反而你食乜啊？你佢冇排卵，你食几多都冇用啦，系嘛？生嘢系有菌嘅，咁如果你拍，譬如话一个生蚝就有 N 粒细菌，你拍30只。就30×N 嘅啦嘛，咁短時間之內將咁多細菌放入個腸胃嗰度咧，咁咪有個腸胃炎嘅風險。